样打。哦，打起来了，战况极其不好，才开打不到十分钟，修行界就已经快撑不住了。我们还有多远？1000万公里。看来只能用这招。遮天手。这是，是魔王的遮天手。什么？好可怕的招式，这直接灭了一半了。是谁帮了我们？魔族。可恶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动不了了。刚才那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是矮人族那边。雪剑殿下，刚才您看到了吗？看见了。看来这座城没有那么简单。通知所有人，小心一点。绳快破了！小姑娘，年纪轻轻就来守城，还嫩点儿。皇上，如此大军开拔实在是太慢了，还差1000多万公里，我们至少还得前进2天。你带军队继续前进，我先行一步。王，大家坚持住！我快撑不住了。小鹿，好久不见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变呢。蓝冰，放心吧，小鹿，能从我这里跨过去的只有尸体。哪个人是谁？不知道啊。好嚣张啊！管他是谁，继续攻城。攻？哼，攻个我看看。什么？东门这是发生了什么？再试我一招。这是雪剑殿下，兽人族第一梯队好像全军覆没了。快去通知所有精灵族，全部退出来。雪剑殿下，军队已经退下来了，那边到底发生什么？我从来没有见过气息这么恐怖的君主。小鹿，你们那边怎么了？班长，是蓝冰。蓝冰，师叔，那可是诡计的王啊，我们还是礼貌一些。为什么明明都是君主，为什么他会比我高的那么离谱？不可能，同等级我还怕你不成？阿斯顿卡，雪剑，你还在旁边看戏？待会我们都得晾在这儿。可恶！唐唐，让我们的军队都去西门，矮人族、兽人族都听我指挥。他们好像退了。不像啊。我怎么感觉人越来越多了？快看，他们把三路军队集中在一起了。小鹿，他们把三路集中往我这边冲过来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尽快赶过去，不过距离有些远，你们先拖住他们。小菜一碟。好，我尽量。蓝冰，你这是成仙了。成仙的可不是只有我一个。你们可以休息了，对付尔等垃圾我一人足矣。
陈子浩！浩哥，我们在这里，快来救我们啊！那个是子浩？就是他，刚才拍了我一巴掌。同窗多年，我们好像有几百年没认真合作过了吧？现在是时候该好好合作一把了。我来拖住他们的君主，你们继续攻城。杀！杀！不怕，怒火！就这样的，攻击他们城最薄弱的地方。我给你们治疗女强官，你们两个上去拖住他们。好。强化术！哇！好多年，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。来吧！这是精灵族独有的绝招。我们教科书上说，传闻精灵族擅长给别人强化与治疗，等级高的能让人进入不死状态。什么？我要死！走开！少碍事。他们是我的。你们在搞什么？这里有我一个就够了。这都是什么怪物？死耗子，你死定了！